哎，老大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下游戏啊，干嘛？玩一下猜谜的游戏。猜谜的游戏。对，来，让你猜一下，现在在我们身边哦，现在在我们身边哦，你感受到最贵的东西呢？猜一个是什么东西？最贵的东西。对，我看一下。对，让你猜一下，我觉得你一定猜不到了，你今天真的是没办法猜赢这一题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题是有一定的难度。真的吗？对。现在最贵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最红的。这个好，再来，再继续猜。最贵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台吧。这台吗？这一个相机看起来应该是比较贵的。是吗？对，我记得是比较贵的，是这一颗吧？是这一颗吗？对啊，红红的，应该是这一颗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猜对，啊？你没有猜对，我觉得是它。你猜猜看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如果你再猜不出来的话，我就公布答案。你是说一个东西还是这些东西？就是你现在在身边感受得到的东西，哪一个最贵？就是这个啊，我不猜是，是这个。其实是时间最贵，因为当你没有时间之后，这些东西呢，你全部都没办法玩了。